来到世界，没想到我的订阅数这么快就来到50。50订阅一下来得太快。因此我盖了这个村庄。问你等一下哦，我给你开生存。也不行。啊，可以。稍等我一下。我会不会摔死了？这个地图是14号。嗯，好。这边是我的狗狗猫咪的村庄。原来是羊毛地毯。你可能问我为什么只有三个家？初代啦，幸福小屋。咦，啊，为什么放不下去？哦，可以。Hello。我只能说为什么不行？我准备把哦，当然知道为什么。等一下，我的柱子怎么一直在等着我？这边放了满满的屏障，当然没有。啊，这边盖了许多狗狗、猫猫的家，他们在这里游荡。啊，这两个是一个是鹦鹉玩具，一个是狗狗玩具，噔噔。每个人帮他取名。狗狐狸猫跟，因为不取名会不见。对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然后这塔是什么时候盖的？所以这样我就盖了这个。你们没有给我建议，那我也只好拍这个。这谁把猪给杀了？你怎么把他杀死？他刚才一直跟着我，所以我把他杀死了。哈，不要那么残忍嘛。怎么写？我们来玩。猫猫勇士。那我要去。可是我。我要抬车跟着我走。你在这个地方，大家应该认出来。是什么呢？我就找找看你在哪。我要用蜘蛛帮我找。我要用猪猪帮我找。啊！不小心放到水了，放到水了。是你家吗？对，是我家。是什么的家？黑色的家。是迷宫吗？还是紫金洞？黑黑的地方。是什么黑黑的地方？很黑哦，哪一个最黑？哇，我觉得我的手机温度很高嘞。嗯，好，继续。我等一下，我的猪猪。猪猪。哦，来了。为什么会有玻璃破掉啊？要修。不然又放到水了。快点啊！你再不找到，好了，我赶快走，赶快走！你在哪？黑黑的地方。是什么黑黑的地方？刚才的黑黑的地方。你说刚才你躲起来的地方吗？你猜？我在黑黑地方，不是高高地方。是哪一个屋呢？这是灰灰地方。对，这个是灰灰地方。黑黑地方在哪里？这个呢？你找找看。是不是你在这个里面？你找找看。哪里有这个地方？一阵子是热带雨林河豚。居然从我旁边忽略就走了，我在这里啦！
画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。哦，把画拆掉。啊，没关系，那个没关系。往上走吧。站，我想跟着你。你还在拍影片吗？有没有？对。赶快去给他底。站。我还要不要？我也来爆炸吧，我们来大爆炸。不要，拜托。为什么不要？因为我的帐篷还有你刚才盖的迷宫在附近，然后狐狸屋也会全部都爆炸，对不对？对，放心啦。等等，下楼梯。大家想看什么，就给你们看什么。姐，你在哪？找不到你，你在哪？你在哪里？哦，看到。我看到你了。好，我要下来了，我要下去。姐，我看到你了，我看到你在天空上面跑步。不见。我要去，我要来到 IKEA 塔上面了。我也要，我也想要。我要去 IKEA 塔上面了。姐，我上去了。在哪？然后我蹲下了，所以你看不到。所以你要上去。你在几楼啊？当然，想得美。我觉得是500楼哎，544。我掉下来了。什么时候我掉下来了？你在找人屋？我还是找人屋。我看到你。这。在人屋里面。啊！哎，怎么想的是什么？好了，乖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我都找不到你。我在水族馆。啊，水族馆。水族馆的上面。真的、哦。我要挖一个声音让别人听到。怎么还在天梯？没说不要一直移动啦。不要一直移动啦。好，三二一，咻。我掉下来。你在哪？你在上面是不是你？哎、欸，好。我想我们来录影吧。喂，结果把地板给挖了。我们录多久了？然后。7分钟也太短了吧？好了，那就这样。好，喜欢这个影片记得按赞订阅，不要分享加开启小铃铛，大家拜拜。